首先我们打开机器，在这个后板这里，现在是智者模式，我们可以点进它，然后现在是智者的模式。就是一开机它就出现这个图案，如果你要选择图案，你可以把它点进它。这个是一个里面的 SD 卡里面的一个效果。给我们选定它。这个是一个内置语言的效果，这个是 TF 卡里面的效果。这有个倒数的效果。在 TF 卡里面确认选择了，就点一下确认就好了。开机以后就是这个效果了，它一直在一个倒数一个效果。在 TF 卡里面，它现在已经默认的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它关掉电，刚刚我们已经选择好了，然后打开机器，就是这个大鼠的效果，它一直重复的。只要就是说你默认选择一个效果以后，你就可以把它挂上去了，然后一个大鼠的。这就是一个类似于大鼠婚庆的一个效果，就是一些烟花状的效果。接着刚刚我们选择的一个 TF 卡里面，在这个 TF 卡里面它有一个有几个文件夹的，只要选择它了就可以进入的。还有能跳舞的，都是在这个 TF 卡里面，都是一些图案的效果，有一些路格的、鱼的、圆圈的，就是圆圈就是那个婚庆圆的，各种各样的都有。如果你选择好了，就是按一下确认键就好了，就按一下确认，它就默认了。如果你要进入的话，你就按一下进入，然后再选择它。这个是一个光束线条的效果，种类比是比较多的。这个要到大数的了，然后按一下确认就好了。